等一下，对，其实我们要煮就是。本来你们要自己煮，还要自己买呢。但现在呢，因为今天大家稍微的讨论，有可能你们营业的店会跟一个餐厅是可能有关联的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个跟餐饮有关的一个任务，是不是六大均衡饮食的挑战？希望你们在辛苦一天之后都可以有均衡的饮食。哦。接下来每个人眼前有一个锅盖。打开以后会有个题目，那个人点选出答案，其他人都不可以打 pass， 也不可以给任何的提示。 如果那个人答错了，你们就得从六大类里面删除掉其中一类，你们可以自己决定。 要，打开以后，什么什么？开打开，冲！请选出冲，就哪一个是冲啊？这三个而已啊，<笑>这不是都冲吗？不是，哎哦哎，刚刚就说，决定是他就拿在手上，五、四、三。 只有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啊。他们有说不能复选，这个没有说可以讲话了吧？不能选这两个。那韭菜啊，这两个才是葱吧？不是啊，没有，这是蒜苗，这是葱呢，是吗？葱是有孔的啦。那现在你们要选择淘汰哪一类的食物？我们想要淘汰它。刚刚说它很重要哦。 先装垃圾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卤品是不是可以不需要？大家应该都断奶了。对。晚餐卤品可以先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是整天的，还是卖店里卖的？等一下，不要卤品，不要卤品，卤品不要，不要卤品，决定好，确定，删掉卤品，这太难了吧？这太难了吧？ 这也太难了吧？这是汤包店的灶都可以摸吗？那摸一下，摸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就这个了。啊，不是你，拜托你摸一下其他的好不好？什么叫就这个了？你也比较一下吧。厉害吧？对啊。对啊，就这个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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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确答案就这个了。 对啊，就这个啦。是，我就说摸了就不用再摸起来。好强啊！爸爸没有让你丢脸。好像很难呢。好难哦，这个。这应该太难了。一二三，请选出地瓜。这很容易，这太简单了啦。对啊。停。这太简单了。 对，恭喜答对。这莲藕是马铃薯。对，好想答，好想回答。来，完了，该你了。看起来很难。我看一下，只能他自己。哇，选出菠菜哦。这你会了吧？我可以开间店了，现在尴尬，现在尴尬，你们一定会的吧？我可以开间店了，现在尴尬，尴尬，你们一定会的吧？我全部答错。莲藕，哦，莲藕哦，这四季豆，这是豌豆，甜豆，好，这个。答对了。那你知道豌豆是女生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豌豆。哦，那对不起。 我怎么做到中间？换我了，换我了，开！你应该没问题。什么啦？你应该没问题。什么啦？这太难了吧？这难怪，难怪他说不能闻。 这个太难了，根本明显也看不出来。他怎么给你这个啊？好好笑，好幽默。我跟你讲，中间的那个你不是，这中间有粉红色的，那个是草莓。我想问一下，是谁选小飞这一题？这个很，我觉得。